案发现场经过鉴识人员的勘查采证，所有死者的大体都没有明显的刀刺外伤，那详细死因还要等到相验以及解剖才能厘清。那本案已经由警察局刑警大队跟本分局成立专案小组，目前陈姓死者的丈夫他于案发后离开这个社区，那是没有出境的记录，本分局全力追查到案，厘清案情。